好啊，好，谢谢，好好。好不好？好听啊，好不好？好听啊！我不懂，我都玩线图，我懂就不线图。你能不能手给我，手伸出来，伸出来，看得到没有？妈妈还要给我气吗？他顶乖了，你早餐不愿吃。我要玩手机。玩手机，你坐这里好玩吗？坐啊，坐这里也可以玩，坐你爸爸身上也可以玩。看你妈妈吹空调不好啊。我的心里怎么好难受啊？这个是难受的。一起难受，吹到人气就没感觉。对啊。有时候你就来听。你剪一个新发型啊，像你那个老婆剪发，应该是今天剪完头发，今天晚上就要再剪吧，到了明天。剪发又差钱，一点又不差钱。因为每个人，我以前留长头发，后来剪了这么短，刚开始有点，第二天一点感觉没有。是吗？吹头又要卖吹头，这有点新鲜感吗？这些剪发，不过这关键就一过年了。手机，爸爸给你玩，好，看看看这事啊。阿叔，我心里也好难过啊。什么？不叫难过。后面有个字。他听到那个，看到了，没事。这个又不画了。他这个是那种，就是给小朋友剪头发的。妈妈，我心里好难过。剃好了，没难过了。可不可以多补偿一点啊？好不好啊？好。看到我头发这么好的份上。你第一期，你要玩这个剃啊？哎，你不看你吗？不错啊，不错，你的头型比你老公要圆一点，是吧？没头呀，真的像和尚啊！没头，你的头头是圆的，啊、对。看过头很好看。直接刮了是吗？他要推干净，然后太长了他不好刮。因为我们这里要搬迁了，可能有一两步顺，告诉你。不，这个它是太油了，这个我打的感觉好油。太油啊！太油，我还一种不怎么油的、啊，这种有香味的。不要不要，就是现在流行啊。不要干了，不要太光亮。有一种没有光亮的，没有。光亮那种一打就有很沾灰尘。对啊，沾灰尘有一种清爽一点。但是现在这种不是有香味嘛？你说人家那个前面过，人家觉得你的头发有香味啊。就很多人喜欢闻这种味道，这是法凝，还有一种法蜡，法蜡的它就是没什么味道，就比较干嘛，对啊，别按了，对啊，真的好凉啊，那肯定凉快啦，不是凉快的凉，凄凉的凉，是，我等等等啊，好，我有什么感觉？他们是收回去做假发，还是拿来做？什么东西？他就没剪过光头，都不知道是啥感觉。说不定是卖给别人，反正卖得掉，他以前卖得掉就卖，卖不掉他就退回来给我，我帮他卖。他以前剪过你老婆第三把。差不多了吧。今年他又剪了一把，去年剪了一把。我的头不平呀，我现在才发现。哪里不平啊？行。好了吧。哪里不平啊？这个锅是他来刮的，他来刮。刮了。这个放出去吧。不用刮好不好？啊？不用刮就行，但是它长得慢。越刮越长得快，我告诉你。啊？哇，年轻性点。哈哈。那是，好像没有啊。发兵从一个月给多人工啊？就好啊。两万。万两。有没用啊？香港啲嘢几贵啊？知唔知？对呀、啊。所以你哋，香港啲屋啊，几千蚊起。你呢度住几个月？香港住一个月。香港一个单间多少钱？你咧？你每日都翻新装。我唔系啊，我。放假上
我知道你因咩你買呢、這個，都係你剪下頭髮啊咩？冇嘢玩，有咩好玩啫？拍靚 OK 啊，你佢兩位都係咁噶啦。啊，飛啦！啊，飛啦！冇瓜啊，你瓜啦！你用飛面刀，飛一位。没事，那個他刮一下 OK 了，来帮你，就在后面，到这里。啊，那个活不是，我也刚才换了新的。他以前刮过啊，他家年轻的时候跟我们在行的，年轻的时候跟我们在。哇，怎么是这种感觉？等一下，我拿个杯子给你倒点水过来。年轻的感觉呀、啊！我觉得你在我那边弄头发啊！他是代表年轻刮头发的感觉。现在刮就好了。刮干净。爸爸，现在刮这个刮它是新的啊。这个现在刀片上做的毛快，对，用刀片好不好？好新的啊！你呀、啊，你用你的。新的。我这刮的不够干净。哎、一片刮不干净的，你上次也是刮了两片，一片怎么能给你刮的干净呢？是吧？这不有些地方干净了吗？一片能刮的干净，哪有这种事啊？啊，背的，你不用着急，慢点。慢一点哦。慢点，慢点。一遍，你上次都刮了三遍的刮了。它不刮，不是长得更快一点吗？不是，它是越刮越快吗？它自己头皮的，跟按摩头皮一样，这个不痛的。我是说，像哥不是对这个头皮有影响，很明显。像你这复杂现在刮不进去，没刮上，我那头皮没刮还长得很慢。它这是像彻底把那个头上那个头皮屑给刮下来。你洗头发，我就是帮他洗完了以后。等会你帮我再洗一个头发、嗯。我帮你洗完以后，你发现刚才前面有点不对劲了，所以我立马就冲上去把它吹掉了。我也帮你刮了很厉害了。他这个就是刮两下，把你那头皮屑给洗干净。你帮他关一下，我先看。你们要么看，帮我看看那个机子，好吧？对准了没有？我说录了半天，刚才没录到。你前面那边啊，他推这块的时候，我们是晃，那个电。